日嘅四位嘉賓咧，對於足球嘅欣賞指數應該係好高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有一個咧就好踢得，另外三個咧就好睇得咯。喂，你咩意思嚟噶？喂，做人謙虛啲得唔得先？你咁樣話俾人聽咧，我好踢得，我怕醜噶嘛。究竟佢哋邊一個最踢得呢？我哋快啲開波啦！波係咁踢噶。陳媽，加油！得噶，你哋都嚟緊噶啦！呢球啊，就係呢球，就係呢球，我相信你啊！哇，靚呢球，啱啦，啱啦，就係呢球，就係呢球，差唔多，差唔多，喺呢個位，但係呢個位，邊揸嘅大拍，喺呢個位，差唔多，向翻頭先個位 ，OK， 得噶，得噶，你得噶，一次啊，好似爭少少，爭係爭少少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是这样踢的嘛，我們只知道波是这样踢的嘛，总之不要来，所以入了就可以，所以大家要记住波是这样踢的。记得 subscribe 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的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按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